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问说哈，下列的用电器中啊，有电风扇、吹风机、烤面包机、吸尘器、洗衣机、抽水机，装有电动机的有哪几项？电动机就是马达，这个有了，这个也有，吹风机也有，烤面包机没有了，吸尘器有，洗衣机有，然后呢，抽水机有。就是要抽啦，要吸啦，这些都要抽啦，要吸啦，要转啦，这些都装有马达，所以有一二三四五，有五个，所以这个答案应该选 D 啦，有五个。